因为我们困在这了。偷刀，偷刀，偷刀了！赞赞赞！我们摘了，我们摘了。看好，看好。我喝了，我喝了。来，小哥，小哥。来，小哥。来，今天我们。来，我们。你还不想投进？小柯，好了，各位啊，特地呢带各位到这个地方来啊。像这边就属于是缅甸的少数民族，像这个民族的话，他们就属于是那个白衣族。像白衣族，他们的皮肤就比较白，各位可以注意看。那缅甸像一般呢，他们的小姐是比较黑，他就比较黑，像这就比较白。啊，那所以呢，参观一下，到今天他们的生活都还没有改善，都还是在烧柴做那一番这些啊。那像在以前啊，战争的时候，你看像那个安国片啊，全身都是在刺青。啊，那属于刺青的话，就是英雄汉了啊。你看那个手呢，全身都是刺青的这个安国嘛啊。我都吃饱饱了。好，来慢慢参观一下，我们直接走下去啊，我们的车子等在前面啊。那等一下我们再坐一次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在坐那个摩托车了，我们就没有在坐电动车了啊。要下车的东西不要把东西忘了啊。那个是什么钱他不懂，那个是什么钱他不懂的。